菲尔宾每年冬天都会出现一个缤纷的冰雪世界。今年20位华裔小姐就远赴哈尔滨，感受呢个冰城的气氛，同时亦都将冰城冰雪的特色和感觉带到嚟香港。今晚就等我哋喺电视城一起欢度一个冰雪大派对。雪影佳人方怡彩，华裔艳羡15年，2003年度国际华裔小姐竞选现在开始。佢哋嘅手信同大家拜个早年。首先系一号佳丽，嚟自卡城嘅程嘉怡。我送上白色牛仔帽，祝你是识嘅男友唔老土，日日送你千万珠宝，恭喜恭喜。二号嘅佳丽嚟自曼谷嘅陈美凤。我送上蔡司小船包，祝哥哥赚大事，餐餐食黄包。恭喜恭喜，多谢。三号嘅佳丽系嚟自墨尔本嘅罗佩琪。我送上澳洲土著乐器，做 TVB 拍多啲好戏，人人睇完笑嘻嘻，恭喜恭喜。四号佳丽系嚟自蒙特利尔嘅陆允。我送上红仔襟章，祝大家捉棋唔会俾影装，银子多多一双双，恭喜恭喜。五号佳丽嚟自吉隆坡嘅陈咏锦。我送上马的布，祝师奶失惊无神娶新抱，一年唔够有孙抱，恭喜恭喜。六号嘅佳丽嚟自约翰尼斯堡嘅杜林娜。大家好，我送上驼牛蛋，祝这里生菜冇碰蛋，旺财招手有排摊，恭喜恭喜。七号佳丽系嚟自洛杉矶嘅张美瑜。我送上美国篮球明星人奖，祝格兰斯靓仔过阮少祥，唔会生孖养肠，恭喜恭喜。
号佳丽系嚟自西雅图嘅马安妮。我送上襟章、人肉、华盛顿苹果，祝个个都系开心果。今晚我就唔会食白果，恭喜恭喜！九号佳丽系嚟自阿姆斯特丹嘅公园君。我送上水晶里面嘅风车，祝大家有楼有车，成就拍住阿姐，恭喜恭喜！十号嘅佳丽嚟自多伦多嘅吴丹。我送上也有 CN 策略嘅 T-恤，祝人人富泰似绿叔，该女今年嫁得出，恭喜恭喜！十一号佳丽系嚟自利马嘅黄少玲。我送上被老国唱识嘛，祝大家娶个老婆安华达，加个老公够老神，恭喜恭喜！十二号佳丽系嚟自大溪地嘅刘玲燕。我送上地道瑞士测验簿，做得棺材五枚，做到我八炮，再散穿头车黑道，恭喜恭喜！十三号佳丽系嚟自新加坡嘅曾秀芬。我送上亲手做嘅书签，祝大家排队唔会被人打尖，公公婆婆福寿添，恭喜恭喜！十四号嘅佳丽嚟自纽约嘅刘美仪。我送上纽约嘅风景水晶，祝各位男士唔会收个马骝精，日日撞见似星星，恭喜恭喜！来自温哥华的黄叶希。我送上温哥华童颜的锁匙扣，祝大家人工回家不会扣，女士肥肉变纤瘦，恭喜恭喜！十六号佳丽是来自悉尼的汪音。我送上有些黎几麻的铜盘，祝女士变笋盘，靓仔自动搵上门，恭喜恭喜！十七号佳丽是来自马尼拉的李景熙。大家好，我送上菲律宾特产珍珠，祝打牌有人无输，瀑布不会被人住，恭喜恭喜！十八号的佳丽是来自布里斯本的张少英。我送上元夫荣之乐，祝人人有功斜斜捞，个个变富佬，恭喜恭喜！十九号佳丽是来自芝加哥的徐晓丽。我送上芝加哥风景月历，祝大家打工有起又有利，荷包一一都增值，恭喜恭喜！最后一位即是二十号佳丽是来自香港的林敏妮。我送上港式鸳鸯，祝香港人生意多开张，人人都不会乌当当，恭喜恭喜！有请今晚大会司仪顾纪君小姐、郭善妮小姐、梅小慧小姐同埋阮兆祥先生。收睇2003年度国际华裔小姐竞选。首先多谢来自世界不同城市的华裔佳丽咧，带嚟咁多个手信同我哋拜年啊！下星期咧大年初一咯噃，我哋都预祝大家羊年行好运。
咁今年咧，適逢係國際華裔小姐競選嘅15周年啦。咁所以我哋今晚咧喺問答環節裏面咧，就會同大家重温一啲經典或者極富娛樂性嘅片段嘅。而今晚大會嘅主題咧就係冰雪選美會啊嘛，顧名思義咧，一定會有冰雪嘅效果啦，同埋火辣辣嘅感覺，一定會滿足到你哋視覺上嘅享受。同埋講到冰雪咧，同埋女性其實一路都好有關係嘅。咁大家一般咧都中意用冰雪聰明咧嚟到形容女性嘅。咁但係而家時下嘅女性咧，個個都好似冰一樣咁硬淨、咁堅強嘅。咁人哋話女人係水做啊，冰都係水做喎。咪就係同我哋一樣咯。咁所以咧就不能輕易辣慶飲宴笑場。你今晚要好好招呼我哋三個噶啦嚇。係啊係啊。放心啊，放心。好似顧老闆咁，紅聯星動，阿 Sonia 名花有主，更何況小慧姐你有家冇事，我唔會喺你嘅傷口度撒一柴鹽落去嘅，我講嘢一定就住你嚇。係啊係啊，唔好講你睇下小慧嗰樣幾開心啊！係，不如我哋即刻同大家介紹下今晚嘅大會評判先啦。OK， 今晚大會評判包括咗有 LEGO 陳百祥先生、國際超級名模琪琪小姐。主席評判香港公益金第二副會長兼籌務委員會主席柯清輝先生，香港總商會副主席蔣麗麗博士，同埋香港機場管理局行政總裁彭定忠博士，唔該曬咁多位。今晚除了會頒發2003年度國際華裔小姐競選的冠亞季軍之外咧，仲會頒發友誼小姐呢個獎項。另外，大會為了配合今年的主題咧，仲新增一個獎項，係叫做活力美雪小姐獎嘅。咁而今晚審核大獎咧，都係由羅冰涵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嚟確定結果噶。咁至於我哋今晚嘅表演陣容咧，真係非常之鼎盛噶。咁有來自咧韓國嘅申盛芬啦，連同咧蕭正楠啦，同埋20位佳麗咧演出嘅《雪地上的快樂傳說》，仲有陳慧嫻咧，佢仲會陳慧琳咧，佢就會反串咧，就同阿郭善妮同埋葉璇一齊演出。咁精彩嘅節目，千祈唔好行開，轉頭翻嚟即刻同你見面。再見。如果講到雪地上的故事我想大家可以想起很多的，不過我現在想起的就是聖誕老人坐著綠車去周圍派禮物，真的很開心。我就想起賣火柴的女孩，我就想起白雪公主。喂，醒一下吧。什麼？白雪公主和雪地故事是沒有關係的。是的嗎？是啊。不過講起雪地傳說，最出名就是日本在大風雪裡面的雪夜叉。我說你講鬼故事啊。喂不要越講越遠了，不如我們介紹一個全新的雪地上的故事給大家知道。就是由韓國歌手申盛芬、蕭正楠和20位佳麗一起合演的雪地上的快樂傳說。有看根本就不夾，我們分手吧。我是 Erin， 現在我不在香港，有什麼事說低啊。
Hey, my friend, where are you? Call me back.今年我过了一个好难忘的冬天，我一定会好好记住它的。心躲心躲，想见你，即使半秒，拍个好梦。我未知见你，好似吻别，无力放手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放感动？只有个小欠的旧贵座。你会置之不理，且看我造化。你若接受我好吗？即使我没钱，也从没消化。我没有装出高深入投资，懂识心生会随时随地令你自豪。决定接受我好吗？即使爱你人一个夜都牵挂，百花世界静静和你。亲亲爱爱，免疫差。靠近的妻子，想你做梦亦放心。我与你的爱情，见每个角落。献上幸福的感觉，爱得崇高。承诺过。实现最好而能做到。你若接受我好吗？即使我没钱化成无数花，我没有装出高深的投资，懂识心就到随时。你看我们做的好吗？决定接受我好吗？假使爱是连日和夜都牵挂，动人吗？传说话将自己的回忆埋藏在这个地方，不开心的事就会过去，而开心的感觉就会永远延续下去，还可以感染其他人添。喂，我啊，在哈尔滨呢找到一笪很特别的地方啊，只要你跟着我 send 给你的地图和相啊，来到这里你一定可以找到开心和快乐的。Believe 그댄 곁에 없지만 이대로 이별은 아니겠죠 I believe 나에게 오는 길은 조금 멀리 돌아올 뿐이겠죠 모두 지나간 그 기억 속에서 내가 나를 아프게 하면 눈물을 만들죠 나만큼 울지 않기를 그대만은 눈물 없이 난 편하게 떠나주기를 언젠가 다시 돌아올 그대라는 걸 알기에 난 믿고 있기에 기다릴게요
Philip, 내가 아파할까봐 그대는 울지도 못했겠죠. I believe 흐르는 내 눈물이 그댈 다시 내게 돌려주겠죠. 자꾸 멈추는 내 눈길 속에서 그대 모습들이 떠올라 눈물을 만들죠. 나만큼 울지 않기를 그대만은 눈물 없이나 편하게 떠나주기를 언젠가 다시 돌아올 그대라는 걸 알기엔 난 믿고 있기에 기다릴게요. 난 그대여야만 하죠. 나 그대 알기 전 이 세상도 이렇게 눈부셨는지 그 하늘 아래서 이제 눈물로 남겨졌지만 이제는 안 지킬게요. 그대란 이유만으로 나에게는 기다림조차 충분히 행복하겠죠. 사랑한 이유만으로 또 하루가 지나 新盛芬、萧敬腾同埋二十位佳丽。咁如果 Edwin 咧，新盛芬加埋雪景系等于绝对浪漫嘅话，咁雪景加佳丽咪活泼可爱咯。咁佳丽加上泳衣咪等于性感迷人。咁啊就系等于咧选美盛会最受欢迎嘅问答环节。转头翻嚟一睇，千祈唔好行开，一阵见。Stay tuned。拍档啊，如果你要用冰雪嚟到形容二十位佳丽，你哋会点样形容法呢？我就觉得佢哋冷若冰霜。梗系啦，人哋二十位佳丽都唔受你氹啊，梗系冷若冰霜啦。咁系正常噶。你讲咩话？冇话啦，计我话咧就应该系冰糖葫芦，佢哋样子甜美咧似冰糖啊，身形曲线咧就似葫芦。啊，我谂到啦，有三个字更加贴切。边三个字咁精简啊？冰淇淋。见住二十个葫芦着住泳衣啊，仲唔系眼睛系冰淇淋啊！真系，我谂你等一阵间嗰个泳装问答环节咧，流晒口水啦，一定冇，一定冇，已经流紧啦。关键时间，先请一号至到五号佳丽同我哋逐一出场，有请。呢座冰教堂拥有庄严神圣的气氛，使人肃然起敬，好值得欣赏。加上色彩缤纷的冰灯，好像灿烂的烟花一样，令人更加流连忘返。嘉怡啊，嘉怡，你是对哈尔滨的美景流连忘返，还是对哈尔滨的美食流晒口水啊？Kelly 你好。三位司仪你好，你好。Kelly 在1988年嘅时候有一位佳丽就被问到话要在司仪咧，岑建芬同埋陈欣健当中就拣选一位做契爷，我哋一起去睇睇佢当其时系点样答呢个问题。
咁不如叫佢哋每人话一样我应该系最值得崇拜嘅嘢。我个人咧就好多坏点嘅，不过唯一一样好就系我忠心。我安全咧，起码你拣陈欣健边处得安全噶？咁岑导演所做过嘅作品我都好中意嘅。系。咁咧，我睇我都会拣岑导演。拣得啱啦，石达啦。系，拣得啱啦，佢似艺术家啦嘛，啲头发似贝多芬啊，系咪當年的貴君郭秀雲咧就係揀咗岑建芬做契爺，咁而家嘅問題咧就係問你，如果要喺我同埋小慧當中咧揀一個做你嘅契媽，咁你會揀邊個咧？啊，雖然兩位師爺都好好人咧，好後生嘅啫，我哋唔係幾好啱做。得㗎啦，你門面説話唔使講，講邊個揀邊個？啊，我覺得你哋兩個都好好人，兩個都好似好温柔咁。咁我覺得我可以會揀啊梅少偉。點解咧？點解佢揀佢唔揀我？因為覺得佢個樣咧係比較後生啲咧。咁我樣我自己，我唔係你兩個都一樣咁靚，但係我覺得好揀唔揀揀條畜生條馬嚟㗎嘛，真係。啱我自己嗰個性格夾啲咯，多啲嘢傾咯。OK， 好。但係揀我好可能好耐冇契爺㗎喎。唔係啦，你都孤獨終老嘅。好，唔該曬 Kelly。好，我哋跟住咧睇睇二號嚟自曼谷嘅嘉麗陳美鳳。我最中意你做泰国冰雕，估唔到系哈尔滨都可以见到泰国建筑物，令我置身泰国一样，即时变得好有亲切感。继友话你喺泰国庙宇里面除咗觉得有亲切感之外，最希望咧就系祈求到今日攞到冠军，拎翻去泰国。沙瓦迪卡，沙瓦迪卡，大家好，阿坤你好。咁喺1994年嘅时候咧，我哋就曾经问过咧呢个题目嘅，就系咧有三杯酒啦。咁中国传统上面咧，分别咧就系用嚟祭天、祭地同埋祭人嘅。咁而家阿祥仔咧就要示范咧，就系祭地嘅吓，我哋睇睇。嗱，祭地咧就系咁样嘅喎，阿坤你望一望吓。祭地咧就咁样啦。好，咁而家麻烦你咧用剩翻嗰两杯酒咧，就系做出祭天同埋祭人咧，应该点样祭法咧？都系令沈立坏化祭天先啊，好嘛？因为祭天啊。Maybe I will take it in my in my 头顶上边，喺头顶。Because our head is high. But the sky is high. It's still the same. It's very high.Yes. 已經很高，即係好接觸接近個天咁樣嘅意思嚇。咁啊，祭人啊，點祭法咧 ？Daddy, why can? I can't do it because I will do it in my heart. The heart is very important to everyone. Yes. 即係最緊要祭人咧，就用個心嚟對人嘅。哇，我英文唔好，我以為佢唔知祭乜。係咯，咁係咁整住喺度。多謝你，真係，唔該曬佢。好，咁我哋睇睇下一位嘉麗，三號嚟自墨爾本嘅羅佩琪。宏伟的中国建筑加上门前的一对守护狮子，希望狮子可以守护我，亦令我同其他佳丽建立深厚的友谊。啊，你咁希望同其他佳丽建立友谊啊？唔通你今次参选嘅目标唔系攞冠军，而系攞友谊小姐啊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Tanya 啦，咁喺1988年嘅时候咧，冠军李嘉欣咧就被问到话，如果喺比赛之后要邀请晒19位佳丽咧，就系翻屋企，咁佢会做啲咩活动啊？你又会点样答呢个问题咧 ？Tanya， 另外一个女孩子我带回家。我觉得每个女孩子从不一样的国家可以煮他们国家吃的好吃的东西，好像澳洲人，我们比较喜欢吃meat pie 怎么讲？肉的派，肉。佢话请晒大家翻屋企煮嘢食，因为嚟自咁多唔同地方咧，一定好多好食嘅嘢一齐食。咁佢中意食肉派啊，嚟自墨尔本。我是最喜欢吃东西，所以我觉得也是对我比较好一点。咁又系嘅，选美大家都节食，唔食咁多嘢，选完之后翻嚟可以慢慢食噶嘛。系啊，可以开怀大嚼。但是记住一定要叫我，知道吗？因为是我很喜欢吃的。当然，你可以来啊，大家都可以来吃。谢谢。好，听人咧就咁样答啦。不过我哋睇翻当年李嘉欣系点样答呢个题目咧？
過了呢個盛會之後咧，大家女仔都會好心急，想睇翻即時睇翻呢個比賽嘅錄影帶。睇錄影帶嗰陣時咧，可以大家知道一下大家有啲咩做得好嘅地方啦，可以增進一下友誼，而且咧又可以互相取笑一下喎。咁而且我諗呢個十七位佳麗啦，除咗係個個都有外在美之外，同時亦都係好有內在美，絕對咁唔會咁冇風度嘅。咁啊，睇錄影帶同埋食嘢，大家都係聯誼噶嚇。唔該曬 Tanya。好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睇睇四號嘅佳麗蒙特利爾嘅綠雲。呢個和平天使令我好有親切感，因為我嘅英文名叫 Angela。冬天嘅哈爾濱好有童話色彩，感覺好浪漫。既然你咁中意有童話嘅色彩，不如就索性改自己個名字，做白雪公主咁啊！